等一下，这里直播有蚊子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说起特务 J， 我的口罩一直弄不掉，我就很烦。我的口罩跟耳麦给搞一块去了，我就好烦。还在剧场，我还没有回去，Hello， 晚上好。对。为什么这么客气？在等他们录音。我跳的根本就没有排练时候好，因为我那个有很多限制了我，我就很手忙脚乱，我的口罩一直跟那个耳麦搞在一块儿，弄不掉，然后我就一直都很手忙脚乱，我就很烦。耳麦是我后来干脆把它搞掉了，因为它跟那个口罩搞在一起，我就怎么弄都弄不掉，然后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。其实我在之前我就一直担心那个口罩会跟耳麦搞在一起，结果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就是那个弄耳麦的时候，那个头发散了，就很乱七八糟，我的头发。看了 cut， 我的头发乱七八糟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写了很多，我的确还在剧场，我还没有回去。我省去了很多段，因为我写了很多，其实我真的写了很多，可能我算的时间不太准吧。我换衣服换了好久，是因为那个衣服太难脱，首先是很难脱，然后其次是很难穿，就是又很难脱，然后又很难穿。其实我觉得现场念的话我自己会哭，因为我写的时候都一直在，就你们知道网易云时间，晚上半夜网易云时间，你写出来东西就会很感人，就是我是真的边流泪边写的，所以就很触动人，真的很网易云吧。但是就是真情实感啊，真情实感的东西才最珍贵吧。
谢恶霸妈妈投的99票，谢谢。我觉得很可惜，我都没有念出来，就是很想念给你们听，但是实在是，对啊，就是很想念给你们听，但是实在是时间来不及了，就很难过。跳过这个话题，对，跳过这个话题，对。谢谢阿光头的10票，谢谢。对，这可是我熬夜到4-5点写的稿子，但是我换衣服就是太难换了，就是用了太多时间，因为衣服真的很难换，你们知道吗？而且很谨慎，我都不好跳舞。哦，啥时候走啊？要等他们录音录完。我真的觉得我下次要选择真唱的话，就是不要在跳完很激烈的舞之后选择唱歌，因为太喘了。我真的，我开始的时候就是低烧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都换不上气，因为很喘，前面的舞蹈很激烈，然后你换衣服的时候也很手忙脚乱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好喘。我真的觉得不能跳完舞再唱歌，我下次要唱要真唱的话，绝对就是先唱歌再跳舞，就是一定要先唱歌再跳舞。这次没有经验，所以不知道。这次没有经验，所以不知道。我觉得我唱的不好，因为我太喘了。我换不上气。
谢谢姐姐投的十票，谢谢你。我犯不上气。我下次那个，谢谢利奥投的99票，谢谢你。我下次唱 Lost。我下次唱 Lost， 下次就有经验了。我下次一定要保存好体力，我今天没有力气，因为我前四首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。我又一次觉得前四首没有力气，我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好累。谢谢 S2 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。体力很重要，我觉得体力很重要。没有吃饭，因为我今天饭也没有吃，我太忙了。我吃了两口小馄饨，我吃了两口小馄饨，然后我觉得太难受了。我吃了两口小馄饨，然后我觉得太难受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吃，然后我就没有力气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好难受。我好委屈，我不委屈，我只是觉得没有念完我的拉票稿。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拉票稿，我是想亲口念给你们听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想亲口说给你们听，我觉得太，唉。可是我现在念的话，我现在手机在给你们直播耶，我的那个写在了我的备忘录里面。的那段我跳过了，重点的那段是说粉丝的，是说你们的，我跳过了，我直接跳到了结尾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一看时间只剩下1分多钟了，然后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直接跳到结尾了，所以重点最最重要的那一段我没有念。99票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，你们看文字版本会哭，但是我读出来你们不一定会哭，因为就是每个人念的方式不一样，就是有些人念出来就是很有感情，就是会打动别人，就是我可能文字写的很有感情，然后念出来并没有。我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念出来就不能让别人哭，但是别人看我的文字就能哭，就很奇怪。我觉得就是跟那种就像朗诵专业的那种朗诵者，他就说就是朗读一段很普通的文字都能让别人感动，
想骗回来。这里还好，这里的光也不错。谢谢 JAZ 为我投了九票。我挂了，再见，我就给你炫耀一下。你们太差了吧，都没猜中，什么都没猜中啊。谢谢姐姐投的九票。啊，我没有哭，没有哭，没有哭。我被风沙迷了眼。好多沙子。啊？你真的没哭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在？这里灰尘好大。不、哦，你肯定是哭了。谢谢直升机，朗道直升机投的99票，谢谢你。他们说你哭了，怎么了？我在这里，我没有哭。假的，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谢谢星空多给我投了99票。谢谢科学研究院唐主任投的9票，谢谢你。投的18票，谢�谢你。投的3927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28票，谢谢你。29票，谢谢你。总共30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古装真的，那个光打得我很死亡。真的吗？对。是我们自己编的，我编完之后觉得很像小学生打架，我觉得我跟温温在小学生打架，我觉得很搞笑。还好啊，一本正经的打架，配上那个光挺好的，还有你那个口罩。我那个口罩害死我了，我那个口罩没有摘下来，我气死了。谢谢 GAZ投的9票，谢谢你。找云姐姐的，谢谢你。哦，这次特务 J 是那个想法编排是可多，是我编排的。是找云姐姐，然后包括让云姐带过来那个扇子。中间那一段，云姐她今天那一段不小心给忘记了，然后呢，来抓我吧，发现了另一把云姐的扇子。来抓我吧，是我想的。但是他没有给特写，我就很难过。我之前强调了，我说我彩排的时候强调了，我说来抓我吧，那个旁白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大特写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没有给。然后后面我就去问了后台的姐姐，姐姐说这里有一把之前云姐用的。云姐说哎，云姐的扇子遍布天下。是云姐好几年之前漂亮人的时候用的那个扇子，你们没想到吧，我还会舞扇子。变装都不会。
真的是之前阿光送的一个秋天奶茶，之前想好的那个全被 pass 掉了。想这次的 TMJ， 我想的头秃，就是我想到思维枯竭，我觉得下一次我再也想不出任何东西来了，这是我编排的最难的一次，就是想了很多很多，想的超多。主要因为我之前跳过特务 J， 然后我觉得再跳就很怕，觉得没有什么诚意，所以就全部都改掉了。其实我当时选的时候有点纠结要不要选他，因为之前跳过，我觉得再跳的话会不会不太好，因为之前跳过了，因为之前跳过我就不敢再跳。跳的还不多吗？你们好不满足啊。谢谢樱桃的999票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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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次的就比较偏男人一点吧，之前的是女人吧，之前是女人一点的特务 J 吧，这次就是我的整个想的就是一个男人。就是一个，就是我想的剧情是，我当特务，就是开头的那个打戏，就是我当特务被温前辈发现了，难题了，就是他摘下我的口罩，然后发现是我，然后我们就各自放过了各自，就是他发现是我之后放过了我，然后我就开始跳舞。我中间就是来抓我吧，我是在挑衅，就是我想的是，哼，来抓我吧，就是挑衅别人的感觉，我好中二啊，救命！那个不够瘾，好中二啊！就是那一段舞蹈，他后面还有一段，还要挑衅别人，非常厉害。就是说，来抓我吧，就是这种。我没有说这么慢，你们去听，我说的很快，很快。
这就是小学期，然后又疯狂的排练什么。我没有力气了，我要是平时我绝对跟他们一起这样玩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力气了。我也没有力气了，我真的好，我现在说话肚子都难受，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主要特务 J 真的很耗体力，然后特务 J 很耗体力，我今天彩排了三遍特务 J， 我跳每跳一遍，每跳一遍我都要大喘气，跳完都是那种，就是这种，然后我彩排了三遍特务 J， 然后再加上正式跳的一共四遍，然后再加上前四首歌，是你们知道前四首歌就是那种，就是感觉要随时昏过去的那种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，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，喝了点水。我最近身体真的太差了，精疲力尽。而且我今天还爆了 Coco， 我的体力已经在边缘。你说我还爆了你？你那个叫爆吗？你把我摔在地上，我再也不想背你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下次一定把你抱起来。你就是这种，你就是那么虚弱的人。我知道了，我才是大猛男。我的肌肉其实只有 Coco 很轻，也不算很耗我体力。因为我还是有肌肉的人，好歹我也有肌肉。看你的肌肉，你那是虚的肌肉，你摸呀。虚的肌肉哪里虚了？你都没有我壮实。救命啊！我的那个肌肉是真的肌肉。你是跳特务 J 练出来的？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每跳一遍特务 J。我第二天我的肱二头肌还有我的那个肌肉全部胀开，就全部肿起来。别提了，我就欠那个跳那个恋爱告急，你知道吗？恋爱告急，你别看他看起来可爱，但他其实很耗你的内力，就是你要那种啪啪啪卡点。然后我就练了两天之后呢，我这边的胳膊这个地方就酸的都已经伸不直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第二天就是一个肌肉猛男，我都觉得惊呆了。我真觉得惊呆了。看上去，就是很轻巧的那种，但其实它很需要你。我们去按摩吧。什么时候？我不行，明天我。哇，谢谢。tomato 小番茄头的999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明天要干嘛呢？明天上学，去学校拍东西，几点？下七点半，不知道拍到几点。好想按摩，因为我最近好痛，我感觉我真的休息不成。好痛，就是那个好痛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哪哪都痛呢？我今天也没有吃什么东西，就是我就点了那个三明治。我以后会加强自己的体力。我还以为我唱的啊，真的吗？我唱的好好听吗？结果送回来两个包心菜。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面包。你们要的话，我可以放，我可以放 B 站，我可以放 B 站，这个会涉及到版权吗？没有别的时间，我就只能吃这个。真的吗？下午就赶过来，就是到操场里面排练的时候，也没有时间吃东西，就扒了两口面条，还是那个猪肝拌面，就真的只吃了两口，就上厕所。我真的好痛，我现在就是属于肚子很饿，但是又不想吃东西。好，确实，好内力，靠内力支撑。那我写个 cover 吧，我写个 cover。
哇，谢谢木鱼的小姐姐，我还在想你们在哇什么？9999票，谢谢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哎，有点惊讶，谢谢，因为那个，哦，我刚刚还在想，不知道要录到什么，我刚刚还在想大家在哇什么，原来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，我后来才发现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，我可能太久没有看到了，我就觉以为不知道大家都能看到。谢谢，你身体实在太虚了。谢谢你。然后事情很多，每天都非常的奔波。然后这个周末也没有办法休息。我说怎么到最后看来我出来，难道是因为没吃东西？我知道。哎，这真的有蚊子耶。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，我知道。吃了两口猪肝拌面，猪肝拌面差点就呕出来了，真的是绝了。但我不信。好的，晚安，早点睡。大家睡好早啊。哦，我知道。我又要想起我写拉票稿的那个夜晚，4、5点。我也是在半夜的时候，可以回去了吗？我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写拉票的稿子。是因为我告诉你一定要半夜写吗？其实我之前每次都是半夜写，因为真的半夜很有用。网易云时刻，谢谢蛇仔 Justy 为我投了10票。啊，那。哎，那我应该谢谢谁？谢谢我的应援会。我要再谢谢我的应援会为我投的票，谢谢。辛苦了。姐妹们回家吗？谢谢。辛苦了。好，这是姐姐们一为我投了2票。谢谢。多为我投了99票。哎呦，你们都搞得我不知道谢谁了，到底谁的话是真的？好，谢谢，那我还是谢谢。好，我要回家了，等一下。谢谢摸鱼的小姐姐送的投的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等会儿再直播吧，我要回去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回去再播，拜拜。拜拜。好了。冲走吧。